郭世忠，你唔知你甲阮的集团总裁郭世贤，敢有关系啊？我的小弟啦，原来是总裁小弟，失敬失敬。我拄好才甲邓来啦，我拄好才知影讲哦，这个病房哪样病落来，想不到阮阿爷对经营病院嘛有兴趣，啊，唔知当初这个病是哪要病啊？ 当时的代志哦，我嘛唔是讲介清楚啦。哦，确实是啊。既然你是总裁小弟，就是咱的难得的贵宾哦。安尼，我先带你来参观阮的六星级健身中心。哦，好，好，好，来，妈，你来，这边请。好好好，来。我拄仔只讲到病院过期的代志，迄个病院长。 都搞为着，总是把个所在去，啊！你看起来，伊一定知影什么内幕。对即摆开始，你不准我去巴林会关车证闻啦。你顶个咖啡有毒，原来你早都互毒品控制，无怪你的行为遮尔反常。王兄，你也想要去找你的咪啊吼？你就家己去啦，唔通用我做借口吼，要甲你的旧情人约会啦。 做有一个查甫人哦，都爱有担当啦，你真正是哦，下死下情，你知无啦？你愈讲愈离谱啊！会坐喺你头壳底下，你阁无爱面对，我今日无甲你拍钱，我都无资格做你的大兄。啊！卖假装你是我的大兄，大胆来想拍我就拍我！我甲你讲，我彭亚母，唔是迄种正常拍人啊！ 你开始互人下毒啊！你竟然无经过我的同意，替我检测去化验哦。原本我有想要顾你，做无想到你看，像知影讲你真正讲袂顺车，只好你家己看，面对现实啊。好回头啊，莫阁一错再错，即摆回头又阁有悔啊！我拜托你，我甲你斗相共。 我袂当看你互毒品控制，到最后失去你的性命。原来我唔能叫咪阿仙人跳，还阁去互下毒。一切拢是你着，你讲，我是哪会得性命？是安怎你变来设计我，变来陷害我？孟亚木是不是知影啥？孟老师长。 你咧讲啥？我哪会听拢无啊？啊是讲你想要过来欺负我第二摆？即摆门无关，我会当做啥话？厝边隔壁拢会听着，你即个走袂去。毋免麻烦啦，我会替你话啦。是讲你爱确定哦，连面你啊厝边头尾啦，大家拢会知影讲你是一个歹心毒型的查某人，用种垃圾布毋知骗过的查某人啊！请你嘴放较清气。你可要红声哦？我甲你讲。 我已经有证据啊！阮大兄甲青木社长摕我的检测去做化验，竟然这么提我的身躯内面有安非他命，你真正想袂到哦，咪啊！你伫台中讲，你将我控制到真好势，结果咧，骨卡所出啦！青木社长伫咧巴林会馆验你的咖啡感无问题，当然啦、啊，这些咖啡味无同嘛。 好加载，我大兄无放弃，即摆已经有证据啊！你走袂去啊！你要创啥？找证据啊，创啥？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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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师，彭大，唔对，我今晚不应该对你这么尊重。彭亚母，你长期有名也无够，今晚搁要来找伊麻烦。你是安怎？糟蹋伊一遍无够，搁要糟蹋伊第二遍？要讲哪个来讲啊？是你设计我的，看谁要赔偿谁。阿母，最近天气变化有较大，你即马是去干着？敢有需要我送你去病院？总裁，唔通啦！以前我就同意你爷呢，即个去病院检查，本董事长的即个名声都害了了呢。你意思是讲，彭亚母食毒？何世贤，你卖哩遐假哦！这头先我若是甲送去化验，你想敢会验出有毒品的反应？彭亚母，想袂到你竟然沦落到这款的地步，你走去甲人食毒。上野商城的合约里面有一条合作的对象绝对明确做出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你即马就是违约，我直接甲你解约，而且要求你违约金。那是恁设计我，逼我啉有掺毒品的咖啡。安尼要直接去鉴定单位讲啊，你敢知影？米亚原本啊，带人讲你有某有囝，无想要将你欺负的代志公开。所以才去主动王检的，不然会继续追查落去。既然你到即马还坚持唔肯认错，安尼我有啥物啊？打电话给王检的。到时阵啊，你是一边就判两条，而且你上好求姓名保密。王检的伊查不出任何对你不利的证据，啊那无，那上野商城的工程，甚至你大方营造、大捷建设，甚至你彭亚母未来人生。你就全部拢毁掉。彭亚母，你糟蹋我的人，毁掉我的人生、职业，我拢嫌少。啊，不过看台总裁的面子，我就帮你说。咪啊！啊！你是要请我啊？总裁，归去让咱报警好啊。咪啊！我看你即马就打电话王检，我想应该马上就赶到位啊。麦克，麦克，我签，我签。啊，彭耀武，你那签你也无路用啊。好了，那耍来就容易。你有什么资格徛起？你做出这种见笑台，要火车的铜门要跪落。郭世贤，你是？你今日真孽不着我。总有一天，我爱你加倍恨我。希望你有这个才调。龙英，是。处长彭耀武，我做一件低高不如的代志，我酒啉落了后，
第八零会馆的米娅小姐跟我发生关系，这是我的不对，是我的不对，我跟米娅小姐回信的是我的不对，啊，你是不是傻啊？我不知道要讲啥啦。是不是会当通过啊？爱看受害者的意思啊。好啊，安尼就好啊。真好，安尼代志算暂时解决。梅阿母，刷来发来会去找你讨钱哦。你爱会记的，到时阵都要好好欢迎伊。救命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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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身子拢无爱，意思是你要跟我切落清面？我哪有可能跟你切落清面？我只是希望总裁会当会记，你尽情答应我，我要离开百灵会馆，离开这一切，过平静简单的日子。没完了。等这件事完全结束，你要提的东西，我拢会给你。